大家好，我蔡牙，我们好久没回楼上了。我是好长时间了，快一年了。这那么高，好久没来了，回家看看去。哎，长时间没回你老了，看看。这是你家？那这我家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小德。还被我暖和啊？感觉咋样？干不？干净。感觉这沙发撤掉。感觉这老头撤掉。那这老头不能。啥呀？这都多少年了？我跟爸结婚买的。这干啥呀？大个儿的沙发，这一硬不宣乎。不宣乎，你要撤了就当有磕碜了。这换。后第六全线。换。啊，换！你要说换去。你不能换。楼上干净是吧？好久没上楼了。衣服没少洗吧？我在家。嗯，这种包，哎，感觉这桌真小哈。你看，现在今天搁楼上住啊？你们在楼上住，我也在楼上住。你得看家。啊，我在看家。大成，看电视吧。我家这电视买了之后，几乎就是没怎么看过。打开。你不会打呀？不会打了。好久。来，给我来个野花香，老头，来。来，好久没看我家老头穿野花香了。看啥呀？来来来，楼房现在都已经失宠了，要不把房卖了吧？那卖了真不行。我们家这个楼是四楼，然后也算是个黄金楼层，也算是个校区房，离一中比较近。医院、一中、上街啊，哪的都近，高中、学校都近。那。愿意陪你满世界疯狂，再一个新衣服呢？看，那不都我给你买的，你也不穿。夏天穿的吧？啥夏天？现在就可以穿啊！这衣服穿不挺板正的？我爸就放，哎，反正买了新衣服，人就搁家下小崽儿呢。那我就穿。那你穿着呗，买的不就穿？就是给你穿的。看我妈回来，看哪块都是活。你看，洗了半天衣服，那天我看那个衣服全是毛毛啊，他说他没有水的事儿，我估计我就知道是这嘎的衣服，洗的确实不错。完我就知道是咋回事，你看我来我先奔这来。你看啊，住楼哈，这时间长没人住，你看这缝子都刮的灰。然后我爸回楼上就总觉得可干净了，没活儿，还是不一样哈。不一样，没干活。其实我都知道，在楼上睡还是舒服，那是，干爽。我还喜欢在楼上，你妈喜欢。平房没这么舒服，是吧？平房哪有这么舒服啊？咱那什么，也就黄瓜香愿意在楼，不是平房。啊，平房可好了，其实我还喜欢，有楼我还喜欢。妈，你回去吧，我俩。夏天住平房好，冬天住楼。你分什么时候？就分那个夏天、春秋，暖气停了、停气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平房舒服。再个说，其实冬天还是楼上舒服。是冬天的。夏天也是楼上舒服。那把你家那些货干活都搁楼上干活，你能干吗？哪干不了。对，这俩人，你看看回趟楼，大包小包，又拎了一堆行李。上楼拎一些，你俩还换了身，一人换了身行头，换了件新衣服。走，回家。下次再回楼上，又不知道啥时候了。等我腿上说来就来。好的好的，这个那个但是我这玩意儿上了，看这画挺好看，一个是错，你咋没擦出来就更好看。哎，那画的还行。对，这是春夏秋冬。这部戏的木工就是厉害，那都实木板子的，这也是那个什么烫的画呢，还有烫的画。对，这是用那个烙铁烙出来的画。哎呦，像这个这就是用三种颜色的木工愣拼出来一块一块的，这是黑，这是黑的，这是合成的，这是椴木，对，完这个是好像是黄菠萝，它这保持还挺不错的，这实木板子的，现在没有这种的，啊，这属于老，这有地方放吗？
柜子搬走了。这个可以放的。对啊。不是，这个你可以那什么擦。你这玩意儿不能乱刷油，你别啥玩意儿都刷油。你这刷油成新的了，那啥了？那不是古董了。那一般都是我爷爷奶奶那辈儿用的。对，都岁数大的，一般都费劲。这个不犯毛病，这个当给整一整就行。这张稍微扫一下就行，还用砂纸打一下就行。对，这个。这柜子行。这就是板条，行，这个可以。我一直以为抗琴就是这么半截，可矮了。你看那个。这是两层的。你没看那刘老师大舞台里哈，就是他们那个大炕里哈。啊。过去老人不都是吧？咱都那种这样子上周屋都。啊，对啊。啊大东炕在这边是炕琴一直到屋顶嘛。嗯。这样嘛，是不是就是过去嘛？哦。买我结婚买那套家具，我才用了几年呢。现在都挂花板了，还有皮草挂花板了。我媳妇是烧火不着火，烧火都不着。挂花板呢，早完了，早背了。对，拿着拿用那个水擦洗洗洗的，像这个像纸盒换一层，换个纸盒。对，重换一个。然后就没有别的，红松的。那个时候叫红松黄菠萝。对，最好的东西就是红松。咱和他修，那时候就用这个三种木头啊。水去柳，水去柳还是少，这个闲着很。对，啊，看这几张画呢，这画确实好看。你看这几张画呢，嗯，在这画的不灵什么。这秋菊争艳，这秋天夏荷盛开。这冬的，就这些的不。哎，你还不妈，我还寻思抬家去呢。你这抬不抬呀？先给钱。你不是拿摊子走吗？直接给钱得了，我就要了。这个，我家里不是有一个镜子吗？嗯，我想要这个。嗯，这实木，你看这老贵，多漂亮啊！是不是？你看这是老式的碗架子，这房子好久没人住，都已经塌陷了。你看中间这。哎，这桌面其实挺好。是啊，这是木的啊，黄这纯黄菠萝啊，还青黄菠萝的，那不挺好的吗？飘香，拿一些底下放个东西。飘香，你看不到？嗯，飘香底下是茶几啊。哦，这是茶几，这也是拼接的。等回家哈，我再重刷一遍油，给它搞一个砂纸撸，对，刷清油。对，刷这个比买那个好。我家管你买了一个桌。花了160块钱，实木不应该沉吗？有一些红松的板子轻块，再一个核桃秋也轻块，水去柳的，这水去柳的沉，基本上没啥水去柳，这个没什么水去柳，你看这再多红松的，这应该是什么？那是左木，我没有左木，这是左木，这是水去柳的，嫂子你别管，这保证水去柳，你看这花纹，你咋看的？对，是水去柳，水去柳，这是水去柳，这个是山槐，山槐是黑色的。老一辈儿工匠厉害，现在找人做不出来这样的哈。做不出来，你现在你让木工就拼这个，就给你拼这个框吧。嗯。拼不来。用胶粘吧粘吧。这个木头都是一块小木块拼的，这包这个。都是小木，这下面也是小木块拼的。现在你给他掏钱，他不给你做，你信吗？做不出来。没事儿。他说过去这种家具吧，他不用钉子。这种都没，这没钉子。没有，全是打的毛。就这块是嵌进去的哈，对，打的啊啊，蝎子啊啊，不像现在的木工全是梆梆钉枪，咔咔咔骂的，这个是打卯的接着，特别接着。像这样的后期做这个就差点劲，你看这都过去都是推不进去了。随时什么时候拉你？